見到大家都揈曬手，熱好身 ，ready 啦！咁啊，即刻咧就會開始咧，另外一場都係大家都好期待啊，女子四乘一百嘅接力比賽。好啦，開始咗啦，一定係要全速跑啦。咁啊，經過咗九十公尺開始咧，就進入一個接棒區。咁啊，大家只要留意咧，第一棒交俾第二棒個過程。嗱，咁見到女子組運動員咧，大多數都係用一個原地嘅接棒喎，呢個其實係蝕好多嘅。佢應該咧就開始起動，走開一個速度，然後先接棒就比較好啲。但可能想穩穩陣陣啊，唔會又出錯啊。係啊，咁啊，去到二百公尺完咗，但仍然都係見到接棒運動員咧就冇乜起動啊。咁呢個係穩陣嘅。嚇嚇。咁啊，但係如果懂得係啊，做一個行進間嘅接棒咧，就會係慳一會追翻好多距離嘅。誒，而家明顯見到咧，係咪第一線啊嚇？咁啊。是綠色衫的應該第三棒的程浩就追緊上嚟，咁佢交俾思雅喎。係啦，咁啊思雅一馬當先啦，咁啊已經贏咗咁多，你望一望後面啦，因為一間仲有四百決賽，哇，贏咗成三十公尺，好呀，係好有力啊！咁啊，而第二同埋第三啊，就係兩隊男隊相爭得好激烈啦。就是第二線道的和第五線道第二名就應該是第五線道的男隊一線六隊贏得很光彩贏得很漂亮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之後就到男子四乘一百米了見到個個都蓄勢待發信心爆棚就必定是一場龍爭虎鬥的激戰第一棒已經是準備就緒好開始了好了通常第一棒就要起跑比較迅速的運動員而家喺轉彎道嘅時候咧，見到個相差不遠。第八線道綠色衫運動員首先交棒，嗱當中咧交接棒就開始有少少間中有少少甩漏啦。第二三棒個距離就扯開啦，通常下睇到。冇錯，咁啊第八線道係男隊嘅仍然都係帶先，咁但係今次交棒嗰個咧就係追咗好耐先追到喎。好啦，而家去到彎道三百公尺，嗰個形勢就比較明顯啲啦，就分別見到第八線係男隊，咁啊亦都有第四線道男隊亦都係緊隨其後嘅。好啦，轉入直道，咁啊，似乎男隊咧就一馬當先，贏咗好多喎。哇！緊追其後咧，亦都係有男隊六隊，哇！六隊好快，追得好快啊！見到佢咁上，快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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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啊，雖然咧就追唔到第一名啊，但係喺但係佢應記一功啊！好犀利啊！跟住頒發係男子四乘一百，季軍係男隊，銀牌綠隊，金牌得主都係男隊嘅。女子四乘一百米嘅賽事啊，季軍就係紅隊，亞軍方面咧就係男隊嘅，冠軍方面咧又係佢哋啦嚇，綠隊嘅。